这个还有一个人我想问一下，嗯，就是你们前一段时间拍戏，你今天来宣传这个戏《红槐花》。嗯，在这个戏里边你合作的是张彤。嗯啊，如果让你来形容的话，张彤是什么动物呢？一匹烈马。对，我记得刚才你提到马的时候，你说你剃光头，那马一回头吓一跳。对，为什么把人形容成烈马？我是说他工作的时候是这种状态、嗯、他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他平时有点驴。有点驴？对啊，对，这是夸他呀？你这是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平时真的是这样的、啊、他平时他不会在一种，他演戏的时候是那样的，就是眼神特别有力量。嗯，然后他平时的时候他戴了一个很厚的那个眼镜，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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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啊，500多度呢，眼镜500多度。然后他也不是像演戏的是这样，他是有点亮的。嗯嗯嗯。反正他从那个坡上下来，我都没认出他来。真的呀？嗯。你觉得他还有什么缺点吗？缺点，咱就是戏里戏外不一样。不一样是吧？嗯、还像个驴是吧？我没说他像个驴。我们刚刚听你说的，这么多人。你问他，驴来了，来欢迎张总，驴来了，姐你好，我没说过什么，姐你好，郭老师你好，您客气啊，我也是天津人，我知道，你刚才说这些东西我都听见了，老乡，什么驴啊，什么这个乱七八糟，500度眼镜。坐着啊！哎，这个当面鼓对面锣，好多事情得好好聊一聊。啊，你说人家是驴，咋回事儿？去，都是马科的，怕什么了？啥意思啊？都是马科的啊！他跟谁都是马科的，问题是，我形容他们，我说你像烈马吗？哦，嗯，他开始说的像马，后来说像驴。其实大伙儿不知道，嗯，你要说这个烈马。那这个静姐最像，她脾气比我要驴。对，我是儿马婆。哎呀，嗯，一般人都不懂什么叫儿马婆啊。假小子。嗯，这个一起合作的戏《红槐花》。嗯啊，这是一什么故事啊？这讲一个女的和三个男的的故事。高高山上，我没有这么有钱，但是我程游儿有天，有地，有心。我再回来的时候，但是你也得答应，你得给我家。这个女的是谁扮演的呀？女的就是她嘛。真好客。哦，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下发生了这么一个壮烈的题材？仨男的都想跟这女的在一块儿了。嗯，爱情故事。爱情故事。爱情。现代戏吗？啊，民国戏。年代戏。啊，年代戏、嗯、啊，他扮演了女一号，嗯，你是那三个男的之一，三个男的之一。那么最后他跟了谁了呢？跟让驴驮走了。嗯，最后跟谁也没跟，跟最后死了。你先死，那你也死了。我是后死的，那也死了。那这是一个喜剧题材。完了，我这话没说好啊！以后说话时候左右都看看，实在没事了再瞎说啊！你没听见人家张彤刚才呱嗒嗒呱嗒嗒过来吗？对，我这个人一说起来就忘了周围的环境啊。